的这个对劲呢、啊，就是身体的不紧，就是不清紧的状况。孙子当中这样讲的，这个皮表，邦内是兼则肾大为，直以夫贺囊，好似肾患兮。意思就是说呢，昨天前面也讲了，我们这个虽然通过几个方面来观察这个身体的里外全部是不清净的，如果你对这方面还是产生有一些怀疑的话呢，你亲自应该到一些石头林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可能也产生怀疑，就是虽然去了这个石头林，看见这个人的身体，但是呢，就是也会不会升起贪心？以前有这样一个公案，就是有一个修行人呢，就是到这个石头林去看了这个一人的这个身体啊，就结果呢，就是依靠尸体，就是相续当中也升起这个贪心，所以会不会就是导致这种后果啊？就是到石头林本来就想去那个就对着贪心。结果呢，就是不但没有对治到，反而就是身体更强烈的贪心，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效果非常不好。那这样的话也不合理，就会不会有这种结果呢？就下面就是作者说，就是你光是石头你去，就是从外表上看一看不行，就是一定要就让这个天正寺呢，就是把这个身体啊，就是崩开，就是化开，就是因为天正寺呢，就是首先是从那个身体的外面的这个皮肉啊，就打开，然后内脏呢就弄出来，内脏这个弄出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是非常恶心的，就这个是不管是你人再好看再漂亮的话呢，你真的这个身体的外皮的话呢，就是也许是有些尸体呢，就是因为依靠一些装饰啊，依靠一些涂抹啊，就是可能是也不见得那样的这个变色，但是呢就真正是离开这个就是抛开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内脏一套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尿石啊、脓血啊，以及这个血乳黄水等等，就是除了这些不清净的部分以外呢，就是不会就是找到一分一丝一毫的这种这个清净的这种事物，就是这样一来呢，你见了以后啊，就见了以后整个这个身体的就是里里外外的这种部分的话呢，一定会是升起极大的这个恐怖啊，就是恐怖自信啊，就是胆战心惊，就是肯定就是惊慌失措的，就是就降而甚位，就是你看了以后呢，就觉得是啊，这个人体呢，就是整个里里外外就是没有任何就是值得可叹的。所以这个佛陀呢，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作为修行人呢，就应该这个观察这个身体。那么身体呢，就是初饮不清净，也就是说是父母的这个不净种子，然后这个后饮呢也不清净，依靠这个饮食而得到就是各种这个不清净的这种这个脂分啊，就是就是分支。这样以后呢，我们就应该了解，就这个身体呢，就是确实是就不清净的，就知道它的真相，就这个身体的里里外外的这个真相之后呢，就怎么会是对好色就是对这个女色美色呢，就是产生这个贪欲之心呢，欢喜之心呢。
下面就是讲这个破这个这种情景的这个声响呢，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以这个其他的这个功德来这个贪着身体呢，就是其实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就是有人是可能这样想的，虽然这个身体的这个内在的这个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是不美的，就是不好看的，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个什么这个妙相啊，就是通过一些香气然后吐在这个女人的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这个身体呢，就是应该是觉得是很好的，贪着身体呢，就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就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的，吐身为妙相，赞叹非他身，何以因意向贪执他身去？他这里就是说，这个吐着在给女人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微妙的相呢，实际上是这个沾贪相啊，沾贪是指的是贪相，还有呢就是尘相啊、色相啊，以及这个现在就是在这个市场上非常多的各种这个香水啊，就是什么法国的这个香水啊，什么茉莉花香水啊，等等等，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香水。然后听说女人也这涂在身上，男人也涂在这个身上啊，然后那个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觉得是特别香，就是确实这个这些香水的话呢，就还是很惬意的、宜人的，就是不必分享，就觉得是特别好，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去观察的话，就是这种这个香水呢，就是不是真正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身体呢，就是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那样，就是血乳骨甲等等，就是是物质组成的。而这个香水的话呢，就是另外一个物质。那么这个物质呢，就是在这个身上就是这样涂抹，这样这个就是装饰啊，装饰之后的话呢，我们以前呢就是始终觉得是这个女人的这个身上呢，就是如果有香水味的话呢，啊，这个女人很好，我要这个对她就是生起这个贪心啊，就是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是非常这个合理的。可是真正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身体和相分享呢，就是是一体还是他体，但一体是不可能的，如果是一体的话呢，每个人都是不用这个卖其他的这种化妆物或者是打扮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应该就是他的只要有入身的话呢，就是会这个散射出这种分相，就是但是这个不可能的，因此呢就是肯定是他体的，既然是他体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他体的物质的这种本体呢，就是不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啊，就是会这个出现的，就是所以这两个是完全是这个截然不同的这个物质。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的这种这个香水啊，就是一些这个檀香味啊、沉香这些呢，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的这个身体上吐着的话呢，又为什么不生气这个叹息呢？比如说蛆虫啊、一些这个蛀蛤啊等等，就是在他们的这个身上呢，我们多撒一点这个香水，然后对他就是能不能生气贪爱心呢？恐怕有些人的这个习气有一定的惯性，不一定生气。所以我们这里到底是在这个什么样的心来作怪啊？这一点就是大家呢也应该就是经常就是会这个反思，就经常呢就是去这个观察。如果没有这个观察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心里的这种单着呢，就是是完全是一种这个颠倒啊，就这样的颠倒呢，很多人的到目前为止也是不认识的、不了解的，就是非常的这种可怜，就是所以说呢，他这里也讲了，就是说以这个其他的这个物质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分享啊，就怎么会是在这个女人的这个身体上，就是去这个产生执着的印呢？就是不应该这样这个称为。
怎为若本仇而不谈气匪山，谈书乌鸟被为何生图想。神体呢，就是本来的事实，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从阴方面、过方面、本体方面，进行这个剖析的话，那确实是，没有什么可治的，就是贪执的，就非常肮脏，就触而不堪的。那么神体本来是这样的话呢，最好是就是不要贪执身体，是最好不过的了啊，就不贪执身体呢，一方面就是少主就是担心，就是就不会有什么嫉妒心啊、傲慢心啊，还有一些那个这个对别人的这个嗔恨心啊，就是因为对身体的贪着，现在很多的这种家庭的不和和的来源呢，大多数都是这个贪心啊，就因为这个贪心强烈以后呢，他这个附带的就是附属的很多很多的这种烦恼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来了，自然而然这个出现了，这样之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真的是也没有什么克制的这个贪着的，最好呢不要这个贪着身体。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是特别就是担着自己的这个身体，每天都是除了就是大半自己身体以外，别无这个目的了，就这也是不合理的。如果你真的天天贪着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话，那就是如果死了以后，可能会就是变成一些其他可怕的一些众生，也很难说。下一个松枝是这样的，如想树旃檀神处乃一为，何以因意向檀矮女神去，就是跟前面的这个内容呢也基本上相同。通过我们以上的这个分析呢，大家也应该了解所谓的这些妙想方向呢，其实这个是檀就旃檀等等，就是世间的一些这个药物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香料，就是香料组成的。而且身体呢，就是的的确确也是就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物体啊，就是两种不同的物体。说我们经常呢，就是这个涂脂抹粉啊，就是但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身体是一种这个伤害，就是对一种是伤害，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也是一种这个愚痴的行为。
下一个宋字是这样的，长发无须抓，黄姚你出门，名人解你人不为，取底字本行，如赏及逆人，如赏逆你人，何故清察事。对，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身体的本体呢，就是不是很这个清净的，不是清净的，不应该贪执。为什么不应该贪执呢？就是原因是，如果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不做任何的这种这个装饰打扮，自然就是让他这个放弃的话，那就是特别难看的意思啊。就是你这个头发呢，就是从来都是不梳，就是让自然这个生长，就是慢慢慢慢呢，就是就变成了就是特别这种可怕的。就是可怕的，然后你的那种这个指甲就是从来的是不修理，就是不是这样的，因为身体是本身都是不干净的，如果是干净的话，那你这样这个天天都是不打扮，天天都是不做这样的话呢，也应该是很好看的。但是呢，就是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头发也好，你的指甲或者是你的这个牙齿等等呢，就是你如果自然放弃的话，那就是经常就是发出一些这个臭味啊，就是让别人呢就是身体极大的这个恐怖，就是见而生畏，就是特别就是害怕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本性。
ban da re ga re ban na sa da da ma ban da re ga re ban na sa da ma ban da re ga re ban na sa da da